Hello，伙伴们好，好久没有给大家发视频了，因为最近出的一些书啊太贵了，然后就犹豫的一直就没有买，然后这个是西泠印社出的，是去年出的，应该去年出的，我看一下，看一下，哦，是23年出的。没错啊，是去年出的一本，然后我在京东上看到这个价钱还是挺便宜的啊，蛮厚的一本，蛮厚的一本，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价是480啊，然后京东现在在搞活动嘛，啊，只要100多，啊，很划算啊，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内页怎么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主要不是以这个，就是藏印的一些图片啊为主要的，而是它的，它对这些印的理解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研究，啊，是以这个来，出的一本书啊，所以里面有一些图片的质量不是太好。如果大家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特别钟爱就是图片质量的啊，就考虑一下吧，啊，就是不要就是看便宜就买啊，这个，然后这个是目录啊，那我因为比较厚嘛，我就翻一些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目录啊，第一章官印啊，就是它是以这个形式啊，一个是印面啊，然后再是。前印的这一个，再是一些介绍啊，还有他自己的研究啊，一些内容附录啊上去的，可以看一下啊。文字内容我就不读了，因为我文字内容不是太一样啊，就是他比如说这一些啊，他不是按照这种顺序，他可能就是讲到哪算哪，应该是这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图的话呢，有一些还是蛮清晰的，比如说像这种还是蛮清晰的，啊，有一些图呢，比如说像这一方啊，它应该是，它上面也写了啊，它上面写就是，有人提供的啊，不是他自己拍摄的啊，为了一个就是，对比吧，然后这个图片的不清晰度不是特别高的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的。这一方之前出现过啊，又出现了一次。这一些它的一些那个，啊，然后呢，就讲一讲最近出的一些书啊。我觉得最近出的一些书啊，比如说有一本啊，就是专门讲放大的。我的理解呢，就是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买这种书嘛，对不对？那我们看的就是印面，不是印面在这儿啊，然后是前印的效果。那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什么说要看一下，原印的这个印面是怎么样的？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印花，比如说它前盖出来，可以看一下，那它这个气啊，我放大一下。它这个气浮，这个气，那它这里少了一块，那原印面是不是这样的呢？它，我感觉它是原先是有的，但是被腐蚀掉了，然后前印出来的效果就空了一块，啊，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啊，但是呢，有一些书我觉得就是放的特别特别的大，然后我不知道看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放的特别特别大。请问大家能看到什么？就是几根线条，然后是这个金属的斑驳感，其他都没有了，就是看锈蚀。那从锈蚀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呢？我觉得我反正是看不出来啊。如果大家能够看得出来的话，可以留言和我说一下。就是放了那么大，放了多少多少倍以后啊，我们具体要看什么东西啊？希望大家，比如说确实。能知道的啊，和我，说一下啊，我确实是不理解啊，不理解啊，放那么大的目的是什么啊？
当然，这是我对就是篆刻就是印面为什么看原印面和印花做对比的一个我自己的理解啊。好了，那我们继续看啊，包括像这种风泥啊也是。那比如说像这里它是不是拓的时候不够清晰啊？这个线条比较的孱弱，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吧？它的原物，它的线条是比较粗壮的，是吧？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我们看原物的目的是在这里。好，我们继续接着看一看基本上我翻一些就可以了。买不买，大家要谨慎考虑因为这些是一些。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自己的收藏然后，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的作用因为我们很少，就是比如说我们，搞篆刻很多学习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很少去关注印章背后的一些内容和知识我们只是说这个印，它是将军印它是秦印汉印是吧？三晋是吧？三晋古玺这一些印饰，但是我们有一些，它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它背后，比如说印文背后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像这种汉归义。这一些内容意思东汉汉匈奴破虏将军司马，超大的一个印，他这里都有写目前看到什么什么我就不读了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一方侯印它是随葬用的那我们。可能在印谱里面出现的时候，如果他不说有些像我自己可能真的不知道。那我们一下看，哦，它是随葬的，然后是一些什么身份的象征之类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你觉得还是蛮好的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理解因为我也不太懂，所以就随便乱讲的大家见谅一下。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些官印呢，它放的比较的郑重一些我们看后面的，像这金印，你看，哇，确实很精美。其实像图片，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够了。就是，一方印花，再一方原印的图片，再加上这一个印面图我觉得已经很够意思了。因为像这个书的话，如果这样子做300来方印的话，大概也就2、300块钱嘛，售价。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放大再放大再放大，然后做的好几个版面，把书做的厚厚的，比如说就只有一本的量，或者16开的量，非要做到8开，然后非要做到2、3本，分上下2侧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太水了，就是反复的放大，然后放大意义又，我觉得主要目的又不是很明显，就是怎么讲呢？加厚，然后就为了多卖点钱，我觉得这种，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做法，对吧？你宁愿你多出点嘛，对不对？我们也会买，但是你这样子，往里注水，也不能说是注水吧，就是同样内容反复，对吧？那就觉得很那个吧，我反正不喜欢，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喜欢的。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呢就是后面一些官印呢，就是辽金元这一些，
合同，以前合同啊，它的一些介绍啊。这本书主要不是以这个图片啊，主要以这个内容为基础的。所以一些图片呢，有一些你看，比如说像糊糊的啊，也是正常的啊。所以说，觉得如果说感觉不合适的话，千万就不要买啊。感觉合适的，可以入一本自己看一看，还是不错的。一些印章的一些知识点吧，算是。啊，后面呢就是诗印啊，诗印呢它就不太一样的版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开始第一页还好，后面呢就开始比较集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集中化啊。文字内容也比较多啊。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比如说像这种印啊，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印谱里面看到的只有这一个，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的这个印是这样子的，也是蛮不错。斗牛啊，里面其实这个应该用风泥来盖啊，这样子的话，里面这些脸啊什么的就能盖得出来了。因为我们平时看到这种印花就基本上这样子，其实里面还是有花纹的。啊，这种勾，带勾，啊，这样子这样子的，啊，挺好看的。比如说像这个啊，很明显它是很糊很糊的，所以说为了图片买的啊，就要慎重一点了，因为它这个图片的质量，当然大部分都是还不错的，我看了一下，小部分啊还是很糊的啊，一定要注意。啊，我都实话实说的啊，实话实说，买之前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这个团龙钮啊，这个钮挺好看的，然后我觉得这一张就很漂亮了，用钱币的啊，权钮啊，西汉权钮，这一张就非常的清晰。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像这种残破的地方，那在这里它是其实是不残破的啊，就是也不是能说不残破，它其实还有残余的，就是虽然朽了，但是它。锈蚀了，但是它还是有残余的，所以它说明这条线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它是完好的啊，只是后面啊经过这么多年啊，它可能就锈蚀掉了啊。比如说像这种啊，这里啊，其实这一根线条是完整的，这也是完整的，但是它锈蚀掉了，所以前印出来的效果就是它有一些残破啊，有些断啊，这种效果就出来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看原印面的目的之一。那这种图啊，放大到这种样子已经很够很够了，啊，如果我再放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看的是什么？好了，那我们接着看，好，我们继续。这个啊，蛮有意思的这一个，这个穿戴唐宋的。基本上这本书以文字内容比较多啊，占比比较的重，然后一些印饰啊，就是印章的形制啊，这一些蛮丰富的，喜欢的可以买一本看看啊，现在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的
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书的价格真的，尤其是这类篆刻书的价格，书法类的啊，书越来越贵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真买不起啊。说句实在话，真的真的就，明明可以做的啊便宜实惠一点的，啊，做的非常的高大上啊，然后就真的是望而生畏啊，让人啊有一些。就不敢买，然后呢，就是宣传呢又特别的好啊，有一些宣传实在是太过分了啊，就是他拿一个就是对着实物的照片啊，然后做宣传，然后让读者看了啊，这么漂亮啊，真好，然后呢买回家一下看啊，印刷的效果和实际的效果又不太符啊，然后又很生气，对吧？就这种各种搞心态。我觉得你既然宣传的话，你不妨实事求是一点。你卖的是书，对不对？那你就拍书的一些照片，又能怎么样呢？对吧？让人降低期待值，买回家去哦，反而，哎，还是不错的啊，东西还是很好的，是吧？那么高的期待值啊，就怕到时候，哎，花那么多的钱，就怕真不值。啊，我发现好多都这样子，好多宣传都是，啊。给的是实物的照片啊，就是真东西的照片。然后呢，比如说原图啊，或者说实物啊，实拍的，啊，它那个字就写的非常非常小啊，然后甚至都看不到一件就是印刷品印刷出来的效果的一个照片的呈现啊，就远远的啊，就特别远啊，拍个这种书的样子啊，我觉得就。太过分了，啊，这是最近啊，就是啊，不关这本书的事啊，我就是发发牢骚。啊，这本书呢，翻到这里呢，也就差不多了。我个人看下来呢，还是蛮好的啊，然后价格目前也是很实惠的啊，一些图片啊，清晰度啊，啊，我只能说90%，80-90%是清晰度是 OK 的啊，剩下的有一些确实清晰度不是太高，啊，当然他这本书的主要的这个也不是说给大家看图片，应该是就是相当于是啊，他这也写了嘛，《孙家坛藏古玺印啊札记》啊，是他自己的一些记录的一些东西啊。好了，那谢谢大家观看啊，拜拜。